好，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为您挑选的这局棋呢，是第17届畅棋杯中国职业围棋锦标赛本赛第一轮，一盘非常精彩的世界冠军之间的对决就唐伟昕九段对阵姜维杰九段，这盘棋应该会比较好看一些，对，可能像会刚更才加一边倒。激烈一些。是的。后来，我还特地问了一下，就是周鸿祎呢，他是特邀棋手。否则单以等级分论的话，他可能是进不了这个本赛的。对，这个超级杯的规格还是很高的。对，没错，是这样。本赛呢，一般都是32人好，那我们下面来看这盘非常精彩的世界冠军之间的对决吧。这盘棋是唐伟昕执黑。对，姜维杰的白棋。对。二进高跳啊，这个也是最常见的手脚之一了。现在，对，是的。白棋挂。二进高加。对，白棋大跳。大跳的下法，我都觉得已经是很多年都没有见对，到过。很久没有见到这个下法了。这个应该是我的印象中可能。5年左右都没见过，是不是更久？我 都不见敢不说，着但五了。年之内应该很少有人这么下。但是姜维杰这个自信状态也是非常的好啊，我是觉得的，是他下这个棋肯定是有备而来的。的。因为他们两位棋手在姜维杰和我记得等级分已经进入前十了，最近。对对对。然后呢，他们两位棋手在前十的等级分前十的排位里面。都年龄算大的，对，唐伟昕可能进不了前十，但是他也算年龄大一点。对，姜维杰91年的，唐伟昕93年的，现对，在当打之年，你像柯洁是97的，然后谷子豪和杨鼎新都是98年的，对，都是95后的。两位棋手已经可以称为老将了，是的，是这个意思。但是他们其实还是保持着一种非常好的竞技状态。像唐伟昕为了备战，然后他是专门搬到中国棋院来住了。其实因为中国棋院没几个人住在里面，对对大对，部分棋手都是在外面自己有住处的，对，为了潜心训练，保持自己的状态，挺所不容以易这的。个成绩好还是有原是因的，的。没对，错，唐伟昕已经是3个世界冠军在手，非没常错。非他常厉很有意思的是，他等级分老进不了前十。害。对，可能大赛的时候比较能这对个对对，激发他的这个什么斗志。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都快好多年没有见到的下对法。对对，这个下这法，个是姜维杰下的，他这平下时面在就清飞。华读书，听说也是非常用功，经常是抱着棋盘去学校，嗯，就抱着电脑去上课的。对，然后黑棋冲断，这个以前就是这么下的对，一直都是这个。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棋的进程，就是前面的这个基本上还都是跟当时的下法一样两位同学，两位这个高手，两位这个同学，两位高手可能是拼一下记忆力。其实这个两位同学也很正常，因为唐伟昕是深圳大学的对，学生，所以他们也算是都是在校生吧，现在。对，他们俩也是我是同年龄段的棋手，对对对，对对。挡下来，搬一个是吧？跳，这个也是不搬，其实它马上也就搬掉了，但是这个不搬还是有点像这个职业棋手这种习惯，先保留，对，先保留掉不走。对，我记得原来不是有白棋有靠的下法对，也有是那个是也有这个下法，靠在这儿，然后黑棋长一个，然后白棋一顶，这个也是一个然后黑棋压过来比较有年份的一个定式，对，对，黑棋压过来，好久，估计现在没人见得对，这可能给现在的学棋的小孩看，他们可能都没见过没学过这个定式。做成这样这里边不走的话还有一立对，立这了个，一路一小尖是对，吗？这个是一个，手筋，对，立了之后二路一路一小尖一路一小尖是一个手筋，亮一这手可筋。能得有一定的这个叫什么？一定的这个经历的这个棋友才能见过这个棋这个比较古老了已这经。其实这样，就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对，走这个呢，一跳跳过了，它是能连回去的；走对，这个呢，它一挡，然后这个冲断，你是不入气。对，这个尖是一路的一个小手筋是，所以白棋一般在这种情况下都是补一手，一般是打在这儿补。我这定式确实是这有年头 有年头了，估计现在也下不出来了，然后早黑就被棋，AI 批的不行了。对，黑棋还有一个。这个，哎，这个怎么没有？它是这样的，黑棋还有一个这个冲断的下法这个单也纯是一了，个
当时曾经我记得也是流行一时的，然后一退，白色一搬，然后黑的一吃，这个变化也是，跟刚才那个变化年龄相当，也是比较是古老的啊、但是这两位下的这个时代下法，我感觉好像更加古老，对，这个可能是他们冲断是不是对这个定型有了一个新的看法？下的也是比较有跳，单跳一个，它是挡的，挡的跳，它是挡的，对，然后以往是单跳的多，对对 对, 对，是的。现在基本上从结果来看是一样的，没有区别。可惜搬掉，切上，然后跳出，跳一个，接着黑棋跟着跳，这都是比较正常的下法，好，接下来白棋也跳，这个是。继续追着黑棋走，黑棋跟着跳，这里边黑棋脱先可能也可以考虑啊，比方说先换换脚，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怎么说一个风格问题吧，如果说比较这个追求快速开局的这个棋手可能会挂，但是这个黑棋实际上这个跳还是比较稳重啊，因为对白棋的压迫还是更强一些，这个好像都在天上乱跳一阵，对，双方下的还比较这个先跳一阵，比较好好理解，这个也是局部的一个常用的腾挪整形的方法，他这个这种棋的话，他走这个是不是觉得不转呢？加一个能不能行？这样加一个黑棋应该是闭着眼睛要长了吧，要长了哦，这是这样的。那力呢？这个应该长不行。我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打出来。就试一下，可能是打了长。对，打了长能不能行？对，没看清。黑棋这个时机也是没有看清楚，的确是。直接爬出来，我觉得白棋这样的话有点过分。对，这一拐，这个黑棋感觉上比较，只能接上。武器。那好像白棋把他杀了吗？对。这个应该是能把，搬的话被一断啊。对啊，这个下法加一个，我单粘上可以。我好意外，我本来以为虎一横。但这样的话，如果真的这么下的话，黑棋是不是会，这个比方说跳一下？啊，那就虎一个，虎一个是不是？虎虽难看一点，但是虎的话我要杀气了，这个白棋气紧了，我可能要搬这个再搬这个了。搬这个再搬那个。也是一场好杀，好像。这样。这样。我先搬吧，我先搬这个。先搬我也虎一样。就直接虎住是吧？那肯定是虎住了，就不考虑棋形问题，这件事不考虑棋形。这个应该是，如果说现在加的话，应该是可战的，白棋是可以这么下，应该是可以下。但是黑棋会不会弃子啊？就得想点办法是吧。对，比方说这样的时候我就弃子了，就长算了，或者拐一个也无所谓。你粘上的话，还是要虎是吧？我也不知道，我很纠结。我就弃了吧，应该是。我觉得虎一个好像就更有压力一些。这样白棋吃的其实也有点痛苦。不见得好。对，因为你如果继续出头的话，我局部一接白棋如果是按照这种贴的话，这边已经送过去了，然后这个地方气还比较长，所以他可能也不可能拐稍好一点。但是黑棋刺这个白棋，这个这边全死了。这边如果不能，他也不能脱先吧？现在脱先的话，外面被罩住是。对，脱先也有点问题。黑棋简单的这个什么罩一罩，对，罩一个气太紧了，真的黑棋有武器。对，本来断也很巨大呀，我觉得。对，断，但我冲起来也问题不大。这个地方白棋肯定是想过，我觉得，但是他应该是觉得黑棋这外边有借用，这边脚又死了。吃这四个子不见得大，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这个棋确实就加的时候黑棋肯定不会虎底下。对对对，这个虎应该是不会的，虎只要被打完一顶，这个地方的这个眼和目实在是全部堆了。对，或者我就算单立一个，黑棋这个太苦了。没错，肯定是反击的，应该是白棋这个觉得是反击，这个吃的太小了，所以虎了一个，它是单胡的，对，那胡完了以后有个连扳，对，将来这个扳其实反而给黑棋整体造成了影响，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接下来白棋跳出，跳一个，黑棋挂，黑棋高挂这个，白棋拖，黑棋顶过来，顶一个，这个能体现一种态度啊，其实黑棋搬过来也不是不能考虑，如果这样，对，
因为这里边白棋其实这边的目数不是很大啊，黑棋，反正我走一个吧。对，我就算正常下定式吧。这地方黑棋也有加，也有断吃，白棋价值不是很大啊。不过姜维杰的风格可能是力量这个著称，他还是哦，这个唐伟星啊，唐伟星也是这个力量不小啊。这个地方还是要下的。这个凶狠一点，把白棋分段，好像这个棋很难善了，我觉得。对对对，棋下的，他就立下去了。对，白棋立了一个，白棋长，白棋爬，黑棋再爬，对，再爬。这个也是一个经典定式，尤其在这个应该算 AI 时代吧，这个立啊，应该是最常见的下法了，甚至比这个大雪崩还要更多见一些，所以白棋可能也是几乎是不用过多考虑啊，因为黑棋下来，其实刚才我们也说这个地方没什么目啊，白棋先捞了，这块棋只要没有太大问题，这白棋是不是很担心这个下法？他们已经发力准备，我看看接下来是怎么下的，拆二，逼住，白棋跟着二路跳了一个。对，这步棋也是有点无奈啊，这可能也是黑棋一定执意要顶下来一个原因啊。这个地方黑棋这地方一拖啊，这白棋的棋形是非常的痛苦啊，基本上是只能粘上面，粘这个。对，因为你粘下面的话，这个被我二路一夹，这个更痛苦啊。这个地方立下来肯定是不行的，这有猴段，弯断了，但是补哪儿的话也很难受啊，所以这个地方的棋形是白棋这个比较难受的地方，没错，所以他干脆就补一个算了，我就不想让你考是吧？但这个补棋让黑棋先手这个逼了一下，然后在这个像实战一样走过来，感觉白棋还是，感觉黑棋这个顶过来还是比较成功的，能下成这样，还是起码这个如他所愿了。就黑棋觉得你这块棋是块孤棋，我是要攻你的。对，刚才搬下去的下法呢，那就是另外一种下法了，对，就完全不同了。两种风格，对，搬下来也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可能就不符合黑棋此时的一个想法和他的棋风。对，他整体的风格就是我是要攻你的，对，这块棋要我看着你呢。对，白棋飞，这个白棋也是。一步一个脚印很扎实，对啊，下的好结实的感觉，这是姜维杰的风格，长，很想走那个，我在长之前很想说把你走那个，先搬吗？但是黑棋可能是要制裁白棋，这个要猛攻了，应该是不太敢这么下啊，白棋哪这个？对这个的话，黑棋往这边尖一截，白棋这个棋形其实也有问题，也不太对，对，而且这个顶本来也没走到眼位，粘上的话呢，可能黑棋倒啊，这个或者黑棋跟着先搬一下再倒。白棋确确实实也有点风险啊，我觉得好像越来越凶险了，感觉。对对对，所以飞一个有点无奈啊，因为这个头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四路的头搬起来永远都是非常大的一步棋啊，但是此时确实也没有办法啊，这个白棋就比较有耐心。飞一个，黑棋长，对，然后姜维杰的耐心马上就。展现了他的想法啊，靠黑棋靠断，这也是他刚才飞一个的原因，我觉得，他肯定想到了这个黑棋会长，因为刚才我们都说了，白棋做活之后啊，黑棋肯定是这个必须得抢了，否则再被白棋走着就不行了。那么黑棋抢完这个之后呢，白棋肯定也是要对黑棋进行这个冲击的，否则他就下得太软了。然后打上面，这够硬的下的。这个打吃应该是一个，延缓结征的一个，就把结征的这个价值变低。如果正常直接吃这个子儿的话，白棋一打，黑棋一提，白棋一打，那么这样的话，这个结征对于双方来说，尤其黑棋啊，会更重一些。这个子儿是不能轻易被提了再提的。但如果他打掉这一下的话，这两下便宜了，这个结就没有那么重了。啊，他就可以把这个结征稍微的看轻一点，弱化这个结征的价值。没错。黑棋这个地方别搞得那么重了，这对对对，柔和一点，你凶我就稍微这个什么一点。这黑棋如果直接长过来的话，白棋可能是这个一打吃啊，这个令黑棋
局部而言是有点困难的，长对这边棋被粘上怎么办呢？对，这个就是不行嘛，这样的。对啊，所以他也是直接打吃，觉得劫有点重，然后长又不行，所以他选择了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法，这个打吃了再打，就会让这个棋这个更漫长一些。否则刚才哪个图的话，黑棋都有点不肯，很激烈，对，看起来都踢掉。是的，然后拐打，嗯，然后再拐下来，嗯嗯。这样的话他这个劫就可以看清了，没错，他就是这个目的。然后白棋提，黑棋脚上一断，这个劫找的也是考验一下白棋，是不是？哦，白棋干脆拐出头，他确实是很难硬，我觉得，如果直接硬的话，硬挡局部没法硬，因为你硬这边的话我一挡，对啊，这个先手，对。然后如果挡在这边的话呢，黑棋这一立，白棋局部已经是要出这个非常难受的一个抉择了。你不管走哪边，反正不是搬这个先手就打。对对对，这个白棋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啊，所以即便不打劫，可能断的时候白棋也要拐。是啊，所以也是拐的。对，这里边这个白棋的下法，这个还是非常正常正确的。嗯，啊，这个拐。这个拐为什么不是二路加呢？这个劫财也一样。哎，这很就是很有意思，它为什么不是加的呢？对，这个地方不知道姜维杰是怎么考虑的。加一般来说好像是我们的这个基本功第一杆。对，是的。对，结果姜维杰就下了这步拐啊，主要拐的话，黑棋拐也是劫财。没错。啊，这个就只能是他自己。这些就不得而知了，对对对，实在是不明白。对，正常来说应该是加的呀。对对对。这个有机会得问问他，提劫了还是？嗯，然后白棋飞，哇，这步棋稍微有点损控，不过这个劫无论怎么样结束之后，这个中间黑棋肯定是应该是要欠点棋的，所以他这个能有点威胁，他可能损一点目也不也还好啊，毕竟这个脚上将来还能进来。哎呦，这种地方就是打劫的时候，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对，尤其是这个劫呢，现在这个劫呢，谁打赢也不能要人家命。对，但是这个劫呢，你也不能轻易打输。对，所以这个找劫就成为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是，这个劫，白棋相对来说还是轻一点。毕竟黑棋要是打输了，还是有这种断吃了，是吧？黑棋要是打赢的话，白棋就跟着硬，好像也还好。现在黑棋拐了一个，所以刚才说为什么不加，就是这个道理。这人家不是白白多一个劫财吗？对，白多一个。主要是刚才加的话，黑棋如果找劫，这一冲是损目的。这不能乱冲的。对，这就是跟这地方的目都有关系。这样的话，这个确实是没太看懂。这个地方。然后可能他拐了之后心想，我为什么不加呢？有的时候下棋会产生这样的错觉他应该是有他的道理，但是是什么道理可能也只能他本人比较清楚。对，现在他拐完，然后白棋靠，白棋靠这个，对，他可能本来没飞这一下还不好意思靠，怕损，现在黑棋已经被压缩了，就这个劫就好找。然后提回来，是的。黑棋这找劫也是很苦，这个显然不是一个好的劫财，我觉得。但是没劫啊。对，他得把劫先撑住。我还在想他这刚才这不拐的问题，是不是他还是担心黑棋冲找劫呀？冲完之后就打呀。但是那个劫早两个也太损了。对对呀。他现在是这个地方都不肯再扑了。去尖这个也是很损的，一会儿被白棋靠的时候，这个地方才难受呢。当你冲我一段的时候。这个黑棋只能吃回来，就不能长，不能长了。这还有小尖，对，所以这个棋形本来白棋如果什么黑棋什么都不走，白棋反而不知道怎么走，没有这个很明确的一个下法。但你尖完之后，白棋整形就非常好走了，这一靠就形状非常的这个舒展，刺了一下，这刺一下看起来不像好棋，但是唐伟星有的时候经常会下一些这样子。对，你也不能说他就坏了，对，他可能比较实用。对对对，他棋非常实战，觉得。对。白棋一般。这个一边打劫一边去试探黑棋的硬手。正常来说黑棋可能会有可能比方说打吃捞控。
但这个时候因为劫财的问题，黑棋选择了还是最简单的一粘啊，这个是不给白棋留下任何更多的劫财，没错、啊，所以是有所退让，应该算是。这劫我要逼你忍回去。对对对，有这个想法，除非你下什么特别损的棋，比方这种。哦，那就有点，但这个不太可能。是的，对。七。哦，黑棋拖。拖这个，拖。然后白棋搬。嗯。啊、哦，这个劫这感觉越打越大了，好像。对，一边打劫一边这个试探对方的下法。其实是很难的这种局面，就对碰起来。这种棋其实是应该说，对于高手来说，他可能会也有一些这个判断啊，这些东西会多一些转换，这种可能难一些。嗯，非常考验水准。对对对，这个就是纯看水准了。对，对，他飞了，飞出来。如果这个时候提，白棋有可能就倒下去了。如果现在提，白棋可能就倒下去了。嗯，就因为现在黑棋也不敢乱开这个劫，全盘也没有明显的劫财，那边已经明显损了。嗯，啊，所以打劫，为什么说打劫难呢？这个时机，包括劫财的大小，找不找，或者说什么时候应该消解，都是比较难的。所以黑棋飞一个应该是正常。嗯，白棋也不敢轻易在这乱动。对，嗯，这个劫谁也不能说。这个是在黑棋。这个是在白棋手里、啊、在白棋对对对，在白棋手里，对的，没错，是这样的。嗯，这个劫谁也不能说你这个开上去那就打大了，对，你就不能回头了。嗯，那个想好了，觉得自己能打赢你才打上去。对。然后白棋先拆一个，这个反正大家都不着急，现在先搁着。小尖。嗯。对，这个劫一会儿这个靠或者说这种点就出来了，这个地方点一个好像棋形也挺难受的。嗯，啊，或者是靠一个，这两个都行，哪怕二路漏一个，这黑棋。那黑棋能不能先？这好像看起来不太想。四的话，白棋可能就真的是点或者二路漏了。对，这靠的话就是，防住了，但是本身也是个俗手。嗯。接下来是。哦。他尖完了挡住，然后起劫了吧？白棋劫了一个，嗯，下的好艰难的。哇，然后打入了，哇塞！我这其实是打入的呀。哇、哦，这个好猛、哦！是啊，我看着黑棋这块棋都没活呢，而且白棋这个劫在白棋手里，白棋这块棋应该算比较厚的，这怎么是从这打入的？这个、有点令人意外、啊这个风格有点这个不太，有点像是这个姜维杰的。这种力量的想法，姜维杰棋下的很厚，对，但是他出拳的时候很厉害，对，真的是，就出拳的时候，每当他出拳的时候，都有一种难以抵挡的感觉。对对对，姜维杰和石月这两位棋手应该是中国顶尖高手里屠龙最多的两位，两位屠龙超多的棋手，出手的时候太犀利了，对对对，非常的锐利，所以他为什么平时他的棋下的比较厚，就是因为准备出拳。对，是的，嗯，哇，但是这个时候黑棋打入，哦，太意外了，怎么看都有点过分，我是觉得太过分了，好像，嗯，不过他应该是要在这个劫上做文章，他还是要，对，因为他这种棋敢下的话，肯定是这个劫他是要做文章的，嗯，提，白棋飞住，哦，姜维杰这一飞的话是要。督促黑棋定型了，再不做活。本来这个棋，我本来想着是不是能跳掉一下，但跳黑棋不会硬了，没法再硬了。估计是跳不到。再硬被一飞，可能要死了。那估计是黑棋可能是先往外面溜一溜，对。这个肯定走不着了，对，是吧？因为那你断的时候，这个白棋也变重了，这个劫就有这种开棋的可能了。包括现在这个扑也变大了，这个如果打起劫来的话，这个跳这就是劫财了。对，哦、就是这个白棋必须得硬了。本来的话。里边还是个打劫，但是这手棋放在这儿，让这个劫无形之中变大了。他就直接从外面走。对。黑棋打。黑棋走这个。对。哇，这个劫黑棋这么有信心能打赢吗？感觉也是有点。好冒险的感觉。对，然后再靠啊，这个是一个好棋形。这也是白棋这个棋形里边唯一的一个缺陷，或者说让白棋头疼的地方啊。如果退的话，那就算了。但是走别的话，白棋这个棋形是有一点点问题的。时间退在这儿了。
我看的黑棋这块棋直打鼓，他真的特已经活了，胸有成竹应该是。棋啊、除非白棋就粘上，那他可能真的是要做火了，否则那你不粘的时候，我就当这个地方有个打劫，你也不敢杀我。他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想法。现在大家的观点就是觉得好像这棋是没那么容易死的，你想吃我一块棋不容易这件事儿、嗯。对，杀棋确确实实是围棋当中最难的，我觉得。但是有一些像姜维杰呀、石月呀，都是这种，非常有这种勇气跟实力的。我觉得大多数棋手可能还是偏向于平和一点。对，是的，没错。动不动就把人家吃掉，这显然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这个勇气跟实力真的是令人赞叹。急啊、黑棋也是冲了一下。嗯，对，然后提回来。冲完之后提掉。嗯，得先把这个劫绷住。真是。一直都在打这个劫，但是这个劫呢，是一件很微妙的事儿，就谁也不肯退。对。但是你要想把人家打的，就是直接把人家打爆了，也不容易。而且这个劫还不像是我们平时看那种什么锦气劫那种生杀大劫，对，而是这种也可以输，但是又很难这个掌握的拿捏的一种劫，所以这种才是比较难的这种劫，特别需要这种这个计算啊、判断啊这些东西，很困难，真的是。对啊，计算还好一点，就觉得判断实在是太困难了。对对对，这件事也是可能是围棋当中最难的环节了。急，急这个，嗯，然后断了吧，嗯，哦，断了一下，这个也怕白棋直接一手棋补干净，接上，嗯，然后提，哦，这一猴感觉上。要出你得交代一下吧，你得说说你这块棋到底是怎么活的。对，但这步棋本身，本身是一个目数不大的棋，黑棋可能是要、要这个做出反应了，再不做反应的话，这个不活了。对，它这底下是有只眼的，就搬完了一搬，这底下有个眼。嗯，对，那里有只眼，这个地方做眼、一糊肯定也不难。但是你现在只有。这上下只有各一只眼，对，还没有看到两只。嗯，黑棋反击了，打上了打吃啊、就说白棋这步棋有点把自己这个走重的感觉，这一步如果说黑棋再不反击的话，就没机会了。趁着这个趁着这一站，白棋必须得跟着硬。对，如果没这个子儿，白棋可能就消了。刚才如果比方说刚才白棋这个子儿是放在了外面。那么这两个子儿可能就那我就把这个抓了，对对对是吧？对、所以白棋这一猴是黑棋的一个时机，正好是在白棋必须得要的时候，因为刚刚投入到这个里边嘛。你刚弯了一个，你总不能把这个弯的死就把它走死了。所以这一下，哟，这一下黑棋胜率好像上去了，感觉。对。看了一下，上了70了，这是。刚才好像还差不多的。对对对，所以这步棋从感觉上啊，这个是好像不太对。对，有点这个叫怎么说？就给了黑棋一个这个拼命的反击的机会。本来黑棋是一直因为自己不活负担会稍微大一点，但是这一猴的话，这个棋黑棋这个就有了跟白棋拼刺刀的机会。这其实就看谁先绷不住。对，这劫本来大家先打着。对，这样的话就直接摊牌了。棋白棋接上了。黑棋一虎，然后黑棋虎一个，啊，断啊！哦，这个有点，我这个有点，所以这可能也是这个摊牌之后的一个成本。如果不去断的话，这个劫现在白棋主要自身两块棋有点这个小小的危机感。对，我真的有点意外，他这。主要是黑棋它是可以活的呀，它跟这个劫没有关系，它实在不行它劫打输没关系，它活了就行了嘛。对，你这个断一个，你先主要是白棋现在可能担心自身了有点。哦，这块棋包括这个地方一会儿拐出来，它可能这个棋已经要考虑到自身的问题才去下这个。因为这个明显能看出来它是一个很损的下法。那刚才这个弯真的是有问题。那走到这个是这时候白棋不知道走哪儿了，可能。对，这个地方它也不可能自己就活的话，黑棋可能就是从外面杀出来。哦，那就完全不对了。对，这个地方白棋就真的是有点吃紧了。如果说按照正常，白棋肯定是搬了跟着走嘛。但是接下来怎么走的时候？就说对，这有虎吗？虎的话，我这一刺或者这一小尖这两个下法，
至少这一次白棋这仨子儿感觉是肯定不能再要了。对，现在这儿也行，现在这儿的话白棋可能是提了打了有一挖，嗯，但是这个次序反正白棋就很难掌握了。比方说黑棋现在次一个，白棋能不能说哦次可能被冲出来了，还是尖吗？哦，但是白棋的压力肯定就很大了，现在没错，对，这个棋被本来是白棋要吃黑棋，现在黑棋凭着这个打劫可以跟白棋这个抗衡了。比方说你提劫的时候我就去找劫，嗯，或者二路搬找劫，包括这个找劫什么的，那我觉得白棋下的不太对，可能是这步猴，这个猴这感觉像是想出手，对，感觉像出手的时机可能是被这个曹伟星抓住机会反扑了一下，就这棋下到这儿的时候，刚才我们看看猴之前的状况吧，就是他这个时候，本来是在这个黑棋嘴这样的时候，对，这个时候，对，可以说是，他猴了一个是吧，被人家断打出来，对对对，是的，他可能一时半会儿他找不到好的劫财，对，主要也没有好的劫财，所以他去猴了一个，可能是想着一边威胁一边走，结果这个主要是被打了一接的时候确实是太难抉择，这仨子要是被冲死不能接受，其实他现在这打劫真是好困难，结果来看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脱先走一走挺好的，走点别的，就走点大场，是啊，不着急啊，你这个劫你要是再打的话我就放松了，我就抓过来呗，对对对，是吧，如果你消劫或者做活的话那我也无所谓，只是说现在走哪儿问题，走在这儿的话他可能也担心黑棋跟着冲，对，局部就不好走，所以就是现在我觉得他是因为没有明显的好招，所以想着先继续去这个威胁黑棋，对对对，看你怎么活的，对，因为该用的劫都用过了，像这种点不知道可不可以下一下，这种点现在这个时候点一点，对，如果你不走的话我可能要断你啊，那断了全切下来有点大，对，所以这个或者说黑棋怎么硬的话，但是他可能是这个猴感觉上是有点小小的问题，给了黑棋一个就是这个一直这个一个心病啊，对啊，基本就这本来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一个悬案放在这儿，现在总算是解决了，这感觉而且本来是黑棋负担更重嘛，因为黑棋不活，但是现在这个黑棋反而要去追究白棋了，这一下就有点说不清了，七，接上一虎，七虎一个，他直接断的是吧，连提都没提，对啊，他没提，他单断的，那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他如果说提劫的话，那黑棋怎么办呢，找个劫这儿，那起码先让你扑一下，我也不会啊，先撑一下，这个地方不提劫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啊，他这劫提一下没有，因为黑棋打吃都是先手，我看懂了，他这个地方是这样的，这个地方不打劫还是有道理，因为你提掉的话我这一猴啊这个眼位更差了，然后如果你要去猴的话呢，我这个地方有一打吃这边还有一个有可能有个后门，所以他不肯去轻易提这个，我只能是这么理解了，否则的话这个地方这个段是有点损的，那就是说他提的时候你就弯一个吗，不是，就是提如果黑棋粘回来的话，这一猴白棋的眼位不是受损吗，我明白，但是提黑棋应该也不会粘上，这个粘上他会粘吗，这被打也不行，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应该提对，这个不提只能说是他这个地方有这个关系有这个因素，但是现在当白棋提的时候黑棋这个因素应该是用不上的感觉上，这个不知道嘉宾杰为什么没有去提劫，对啊，我这两步棋确确实实没明白，不是先断在外面，这是让人有点匪夷所思，这确实是，然后这个时候呢黑棋很机敏的打了一下，对，机敏打一下就是可能做好了弃子的准备，对啊，我就打在外面，你这已经损了，损好多，就外面断一下，这个黑棋就转换了，对，这黑棋又找到了一个这个叫什么脱身的机会本来的话还是这个本来一直很焦灼，对，感觉那个棋，对，这一下除非姜维杰认为现在形势满意了啊，他觉得这个棋只要打赢这个劫就足以优势了，人家是活的呀，对，否则的话这个棋他是给了一个黑棋转身的机会，我觉得好像白棋不见好，
这个我不认为他这是一个好的选择。嗯，这个白棋应该是。哇，这白棋胜率，这是惨不忍睹。啊，这只剩下这个叫我们这行话叫接龙了已经。啊，对。嗯，那他可能是判断出了一点问题。都不到2%了，这确实让人很意外哦。对，这一串白棋，那只能是理解为他的判断可能是。对，这个判断出问题了，这确实白棋不能这么想。嗯，其实刚才断的话，就是如果说黑棋粘杯顶很难受的话，它断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嗯，就这个地方，本来我们就说这个棋形啊，嗯，这棋形提，这样的时候，对，接上的话，这一下打黑棋，本来这个时候就算黑棋粘上的话，黑棋是知道怎么下的。嗯，但是我这一断呢，黑棋局部就很麻。我吃外边的话，这有一提，我这补哪儿很麻，粘的话你要顶我，啊，然后如果是往这儿走的话，这个地方猴将来的话就真的有这个打吃的关系了。他可能觉得他提掉还是很大的，对他可能是抱着考验他，然后消掉这个劫很满意的这么一个态度去下。他觉得消劫是很大的一步棋。不过从这个胜率上来看，似乎是判断出现问题。没错，这个判断确实是非常难的一个环节，就是你不知道这个结局对你来说是好还是坏。对啊，然后你可能选了，你可能有一二三四个图被选，嗯，但是你也不知道这一二三四个图哪个是最好的，或者说一和二可能差不多，你就不知道应该选哪个。对，这就是很为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局后来看，我们是看着胜率的，对，所以觉得他我们这个叫做上帝视角，在对局当中的时候，可能怎么选也会很纠结，对对，因为打劫本身就很难，对对。然后还有这个判断在里边，确确实实也是有很大很大的难度。嗯，没错，而且我觉得他们之前打劫肯定是已经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对，所以畅棋杯的用时呢，现在已经经过改进了，就是跟原来不太一样了。嗯，现在是每方3小时，然后如果说你超过3个小时是罚2点，然后可以赚得20分钟的时间。嗯，然后如果第二次超过就是还是罚2点。那么第三次就不能超过了，哦，也就是说比以前有所变化，少了2点。以前我记得是以前最多罚6点，对对对，啊，哦，是的，哦，现在只能最多是超过2次了，嗯，就是说3个小时之后20分钟，然后你可以超过，嗯，但是第三次你就不能超过了，嗯，也就是从理论上来说，你最多可以用到3小时39分59秒，啊，39分，对对对，40不行了，只能39，对对对，就是说我是说的理论，然后就是说理论上来说。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最多只能罚4点，不能罚到6点了。嗯，原来是可以罚6点的，嗯，现在就用时还是缩短了一些。对，嗯，畅棋杯的这个赛制还是很特别的。对，它是贴8点，如果盘面黑棋是8目的话，就黑胜。嗯，对，这个说的简单明了一点。对，就是其实贴目跟这个七目半是一样的，嗯，但是它的这个延时制。很少见，这个好像在这个职业比赛上几乎就只有它，只有畅棋杯对，还有应试杯嘛，也是其实也是这个同一个那个同一主办方的啊，对 对, 对，是的，这赞助商都是同一个，嗯，对。然后这棋下成这样，这棋就完全不对了，它是单断了一个，嗯，对，显然对这个局面的这个判断产生了一些，对，我们只能这么去猜测了，没错，嗯，但实际上呢，这个差距也不是很大，对，没有大家想象中说输好几十目，没有那样，对。也就是个，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一会儿等更加明朗一点的时候，嗯，现在还是有很多未知数。现在黑棋把这个搬了糊了，嗯，做活了。白棋可能觉得现在先手在握，这个战场清空之后，先手在握也是不错的一个形式。嗯，啊，因为这个地方白棋顶了搬了一虎是可以活的。嗯，啊，他只要是腾出手来把这个走，还是很容易的。对他这个时控上其实还是保持住了一定的平衡。对，比如说他就打吧，或者立一个都可以，对，啊，差不多白棋立，嗯，啊，这白棋可以在局部是做活的，嗯，啊，这做活是不成问题。所以我估计姜文杰的判断是。即便收官他也没觉得形势有很大的不好啊，至少不像我们这个AI 的胜率显示的这么夸张，嗯，啊，所以他才敢这么下。没错，嗯，如果他明知道这样不行的话，他一定会是刚才先提劫的。是的，嗯，这个应该还是比较明确的事情。嗯。现在白棋长了一个，哦，嗯，这个很大。对，黑棋也爬，对，继续威胁白棋。嗯，嗯。然后终于亮出了这一点，是吧？对，亮出了这一点。嗯，这个地方
是骑行啊，靠的话，可能他会担心有些损木，或者黑棋就搬下面算了。嗯。这个点一个，对木数的这个追求会更强一些。嗯。点一个，如果说。嗯，如果是和黑棋接上吧，那他就拖过了。这个目数比刚才，那这样比这个靠肯定是好多了。是的，是的。对，嗯，黑棋应该不会太简单的，对对对、嗯，总会想点办法。嗯，如果这个的话，黑棋可能扳都被断了，这个已经很难应了局部。这个局部的这个扳了局部就单断了。对，这个黑棋比较难下了。确实，我看啊，这是。小尖，尖在这儿、啊。这个我们刚说完不能退让，他就下了一个最狠的。哎，但是这个白棋，我被惊到了。冲过来是怎么应的？他现在冲的，嗯，挡住。嗯，我以为他点一个，我想他应在哪里，然后发现他是尖在外面，应在了一个比较意外的地方，你完全没想到的地方。哦，他就这样啊，他就是粘上然后搬过、要木了。嗯，说白了给白棋厚一点也无所谓。是的，嗯。因为黑棋也厚，白棋也厚，他也不太担心。他本来这个地方他就可以留有冲死的这个招。他现在是木数为王，是也有道理。嗯嗯，那这样白棋哦，白棋活这个了，这个也挺大的。嗯，哦，他是立着走的这个地方，哎呦，他不是虎的。嗯，看看他的这地方的定型手法。哦、对，看看是不是更好一些。他是活棋，这个棋我一直觉得是虎的，它立着的，它、有虎在这儿。哦，我明白了，它是不太看重这边的木数了，它更担心黑棋在上面为空、嗯。因为刚才这个图的话，黑棋立下来，白棋立、嗯、啊，将来黑棋，你可能也不是将来，就现在了。黑棋一飞起来，嗯、上面弄比较大，啊，但是这边的木数，因为黑棋已经跟死活没关了，嗯、这大飞也差不了几个木了、嗯，所以他就选择了对上边更有关系，嗯、保留一个跳进来，让这边的价值变小。这个可能也是看这个场合来决定。如果这个时候白棋这边已经有颗子儿了、嗯，比方说这样的一个局面，可能白棋就会选择实地更好的这个虎了一立。这个实地是比那个要好的。对，因为白棋立到这儿，这边可以大飞嘛。哦。啊，而且黑棋像这个局面是可以立，有的局面黑棋可能只能走外面。哦。啊，所以他这个立还是算是一个场合下法吧。嗯、这个立和虎，我觉得选择更多是看周围的配合。这种地方如果是日本棋手的话，他是不是要长好半个小时？第一感是虎，反正我第一感是虎。对，是好像正常的想法是虎一个。对，但是他这一立棋形也不错，而且限制了黑棋的发展、嗯，这个应该是跟现在的这个、嗯、这个周围的情况是有关联的。嗯嗯，白棋活了差不多有小十目棋，哇，这个目数好大。嗯，我突然想了，如果说你虎的话，他有没有可能现在会取角、嗯、就打了 我可能虎跟上面有什么关系啊、哦、你就虎一个是吧，我以为你把它吃掉、因为立的话其实也存在这个问题，黑棋可能也会搬、啊、对对对对、白棋可能也是吃了吃，这个区别不大、哦、你是虎出来的，我是觉得黑棋可能会立了飞这个，哦，是这样、嗯、对，所以这地方的选择还是有一定变化的，对，跟周围还是有点关系，挺纠结的，有些地方。对。我们哦，他这，我就看着他，我觉得他这个下法，他填完了，我就想，总是要谋点，要干点什么，对，嗯，否则的话，这个被白棋先手提一下，对，而且白棋主要是提完之后啊，还征得了这个，没错，所以他肯定是有点想法的，否则肯定不会让你轻易的就闪过了，对对对，否则他这个招。这边获得的利益肯定没有这个角损失的大，没错，没错，他必须要讨得便宜才行。这个角太大了，现在全盘也就是这个地方最大了。嗯、对，是的，这个角能有，如果算黑棋跳跟白棋顶了扳了比，可能能有三十目棋的感觉啊。黑棋就算跳在这儿，不说最狠的，跳在这儿，这个角都是木，跟白棋现在有十目相比，黑棋本来有差不多二十目，现在白棋有十目棋，将近三十目吧。那你全盘要找个三十目的一步棋、嗯、恐怕不太容易。对 对，所以黑棋必须要对白棋有所这个企图。你这敢不补是吧，对对，你敢活脚那我就不客气了。嗯，冲过来。嗯。这很明显就是你冲过段，如果、啊、白棋先冲了一下在这。啊，他这个是先走，次序是这样的，先拐、这个、先冲了一下。哦，然后再冲这个。对。冲这个，这个地方白棋其实是可以连的，贴在这儿是可以连上的。嗯，
这个黑棋冲不过来，冲的话白棋冲完一打，嗯，这是黑棋连上的，嗯，然后断掉。但是我发现黑棋现在可能是不是简单占点便宜的问题，如果是他对你整块都有点想法是吧？我们先看这个图，整块棋好像都有点想法，对，这一段打，对，这肯定不行，他不会这么选的，对，所以黑棋应该是退在这儿。啊，这个白棋如果全要的话，黑棋应该是退在这儿，这样逼迫白棋去补这个断点。嗯，然后这样的话，主要还不好意思双也没用，主要是双就打吃之后，这边还牵着。而且现在我们看这个整体，白棋的这个巨龙好像出现了问题。是的，嗯，你得小心啊，这提过来，将来这还对也有关系。但是现在就是说，这边当白棋走，我也没看出来白棋一定就能活。本来觉得他好像他加一个的话，这里面是不活，然后发现让你走，好像你也不一定能活。所以刚才我说这个黑棋想要在这讨得便宜的时候啊，是说黑棋把这几个子想割掉，嗯，但是实际上唐伟星应该是准备对整块棋进行这个猛攻。对，是的。所以白棋现在不但是要把这四个子连回来，还在想怎么连眼位最好。那我觉得当初这个断真的是损失惨重。对，现在越看越是损失惨重。可能这个棋，我觉得这个断有可能是导致这个被动的一个主要原因。嗯，还有这个侯，对，我觉得应该是，也是起码让这个局面更加这个令黑棋更安心了一些。然后这棋。就黑棋变厚了之后，他就是抢这个木嘛。如果不抢这个木，他木肯定不够。对对对。他又不能搬过去打斜。对，当时也没接财。对啊。嗯。所以就不太行了，棋。所以，可能是判断上出了一点小问题吧。嗯，这个厚薄一下子就逆转了，因为黑棋这里太厚了，之后这黑棋太薄了，实在是。是。然后没料到点的时候，人家尖在这儿了。这个尖应该是好棋。我回头看白棋这个点可能。虽然说视觉上是一个一目了然的一个棋形，但是可能还不如二十漏一个做活好。嗯嗯，这样的话起码不会这么惨。现在整体出问题，然后这个地方还这个有可能要被这个利用上，这边还有问题。嗯，所以这个黑棋非常非常主动了。现在对，来的是冲一个。嗯，起码这个我们能看出来，他是为了这个退的时候可以挤。留一条活路再说。是，这个时候已经有点难了。嗯，黑的也冲，冲一个。嗯，然后白棋挤过去。嗯，挤这个。嗯，黑的也冲。嗯，嗯，哦，这个好像跟刚才我们说的结果是相的。你不能把这个撕了吧？这个撕了也太大了。但是现在白棋如果连回来，我们看一下，如果连回来，黑棋打这个好像没什么区别的。刚才打一下。对，白棋如果还是连回这几个子的话，那黑棋还是有这个先手。是的。白棋的眼位刚才也没区别，啊，那还是基本一样。白棋是这样，白棋如果说这样，嗯，接打就不提了，然后这样。对。然后发现这个眼还是个后手眼，这个只有后手一只眼，这个棋应该死了，因为这白棋什么一跳的时候，看黑棋这种地方一靠，这白棋的眼位太小了，你挡的时候我可以虎一下，这个黑棋是又厚，白棋眼又小，然后一会儿没事儿，再一会儿再提一提。白棋可能是这白棋要吐血了，嗯，比较困难的一个局面。这提一下，主要是这连带底下得做活，要不然被挡一个，底下也没活呀。对，是的，对，这挡底下是没活吧？对，看着是的，没活。然后这上面还要拐出来，这之前没法看了。嗯，哦，但实战就是这么下的，实战就是这么下的，粘就这么下的，对。他就是到这儿，黑棋粘了嘛，肯定也粘了，挤了一个黑棋拐，然后白棋长粘上，黑棋粘了一个，实在是没法再要了，是吧？要气了，就是气了。啊，这天哪，这是气吗？这个被吃了，我觉得是。对对对，无奈之下气的。被吃了。嗯。哦，这吃了还是有点大。嗯，这个黑棋的收获完完全全从这儿找回来了。嗯，对。二十多目。是个。这会儿应该是黑棋明显优势了。对，这现在优势很明显，而且这个劫，嗯，什么时候黑棋心情好了还能再打一下？对，是的，跳了一个。嗯，这有必要加一手，要不然这个
劫太沉重了。他这个时候还得稍微，因为活静了嘛，还想这黑棋有一点点的这个威胁，比方说将来挤上来或者飞到这儿的时候，也许这个时候姜维杰他觉得这样下可能还有点机会。对，如果说像刚才那样下被人家追着打，那可能是一点机会都。主要是好像没有看出来怎么活，这个路太窄了。黑棋这两个后势，这个虽然说没封口，但是白棋实在是步子稍微大一点就被截断了。对，步子小一点黑棋就封住了。所以白棋也是属于没有办法，我觉得。接着黑棋飞一个。飞。这黑棋形势已经非常好了。对，黑棋这个时候就是别出失误，应该问题不大。安全运转。对对对。靠。他就这么推过来了。给了。很直接。这个地方给了就够了。他也不削你了。就这么贴过来。黑棋搬。黑棋再搬。那白棋应该也只能退了，就是退。哇，黑棋下的是真的是稳健，这个扳完之后连这个挡都不挡了。如果现在形势不利的话，黑棋应该想想办法，这个是不是挡下来拼个命啊？因为这个断其实黑就打了一贴，也不是特别好，跑不掉吧？这样对，然后就一贴，这个没看出来白棋怎么跑。这两个是跑不掉。但是现在他有点担心这个地方是不是当中这块棋。对，这一飞，因为这个地方借用还是蛮多的。是的，得小心。对，因为这个地方黑棋的棋形明显是有软肋。但是我就说，如果形势不利的话，那肯定要这么拼。对对对，这个起码是应该是首选的图之一，因为黑棋这一提还能对白棋有点威胁嘛。但是他现在优势比较明显，他觉得够了的话，他可能就不会下的。那么安全运转就行了。对对对，反正能保证这棋能赢下来就可以了。对，赢多少不是问题。对，对于顶尖高手来说，盘面十目已经是很大的一个优势了。对，让我下十目，我就想后面两目会不会被刮回去？被刮回去的时候就开始。因为这个棋黑棋也比较厚，所以只要没有太大的问题，他比较有信心。不过唐伟星本来后半盘也很强。对，唐伟星是著名的后半盘超强，靠后半盘，翻盘的时候，对，应该是他的一大这个一大特长，对对，致命武器之一啊。像姜维杰肯定是力量大，屠龙的能力非常强，那唐伟星肯定是这个后半盘的翻盘能力非常强，被大家称之为唐玄宗。我听这个名字，我都把我逗乐了，我是唐玄宗的，这个好像玄学，好像是跟那个他的那个猜测比赛结果好像有点关系。是吗？他好像在那个微博上比较喜欢这个预测结果。但是他预测结果经常是不准的，是吗？对对，反正准不准我倒不清楚，但是这个名字好像是跟这个预测结果有点关系。是这样的。玄学嘛。他是靠玄学引起，他自己是。不是这个就是猜胜负不是他自己下棋。对。自己下棋的话，他这个翻盘能力是超强的。我记得他那个之前在拿第一个还第二个世界冠军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那个几乎是三星杯的时候盘盘都有翻盘。对，都是落后的时候翻盘。是的，对，这个后半盘非常非常强。但是我们后来总结，为什么别人翻不过来，就他能翻得过来，那说明他还是有他的长处。对对对，那肯定是有他脚的能力，有他对于棋形的敏感度，这些都是他的长处。翻盘应该是这个，这不是一般人能干得出来的。对，绝对不是一般人干的。这个是大家主要都是想怎么不被别人翻盘，但是唐伟星是想怎么样翻盘。对对对，这个这个是绝对是一种能力。接下来白棋跳进来，那这个跳又巨大，再不走我打下去了。对，这个就完全没后顾之忧了。是的。然后黑棋把这个粘上，这个先手，这加下来很巨大呀。白棋顶。黑棋就退。然后白棋。他就下到这儿，他就不下了。下完了是吗？这是是啊，就下完了是吧？这目数已经差很多了吗？我们可以给大家稍微判断一下，对，简单看一看。白棋大概是爬回来吧，这个地方大概是这样子的。立也没用，立被断也没区别。上面还差一目。不过这里边白棋这个粘是先手，是一定要补吗？这里边先看看是不是一定要补。这个粘上先手是吧？是这样的。粘完的话，加的话是可以搬的。但这里边的味道极恶。
甚至是直接出棋了吧？我觉得要出棋。打了一跳，可能直接出棋了。这个地方单跳就出棋了。对，粘上被扑了，打完一拐，走别的被一断，白棋没气。是的，是的。对，所以白棋还是得补啊。如果是就算爬或者粘一样了，这个没什么大区别。黑棋吼，这个冲了吼应该是决心。这个是黑棋的先手权利，基本上，因为这跳白棋不活。黑的现在走哪个最大？是不是这个最大？拦住。我还在看这是不是这个会好一点吗？立的，但立的话我断呢？断我就吼这儿。那哦，那我这你这个是不是先手？哦，就还是撑住是吧？感觉上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味道特别饿，就感觉上不在那便宜。味道很饿，像。哎呦，算了，太饿了，实在太饿了。应该是不太便宜，因为断一个的白棋已经需要补一手了里边。本来我想着，因为冲完了有一个拖嘛，这可能跟这边有关系。我这里还差一口气，暂时能扛住，这好像扛的有点太艰难了，有点累，太艰难了。而且这个地方我就着那个熊老师说这个地方，我看一下这个断。单断一个，我还不知道硬哪儿。你只能吼。或者走这边就没意义了。活在这儿，你只有猴才能有这个棋，对吧？但我刚才看我这一跳，好像应该就我就是怕你跳一个。对，跳完我就是最简明的，我不知道走哪儿，最简单一冲，好像让这个拐成为先手应该不是难事。那就扛不住了，已经。对，你虎我一断，你打吃，对，我这拐先手。如果你粘上的话，我挡成为先手，我冲了一拐这边，扛不住了。对，所以这个地方白棋想撑，但撑不住。对，还是结果是只能粘回来，对，扛住接上吧，对，老实一点。这样黑棋可能把这个守了，这样就可以简单点目了，因为这个冲刺也不是很大，冲刺被拐，这个目，便宜的有限，我们可以简单点点。白在这里边是九目棋，这里边就算搬粘这个因素没有的话，也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二五二六，二六三十五四十一。三二四三四四，白棋大概五十八九目的样子。黑的十二十三十三四四，黑棋七十二三，那已经是对盘面十二三目了。应该是十二以上就基本上不可能翻得了盘。对，十目的话还有一点希望。对，十目还有一线生机。对，但这个棋主要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除非这里能穿进来。就刚才我把这点上木，但是这个穿这穿不进来吧？就这么贴上来，住应该就没棋，挡住就可以了。所以这里没棋的话，白的应该是十二三木，对于他们这个级别的棋手来说是，这基本上不太可能翻得回去了，已经。所以就应该是就投子了是吧？对，他是下到这一步，然后就没有下了。我们这边的这个操作只是跟大家说一下这里面的，因为有可能会有很大差别，差了好几目棋。因为白棋如果不走的话，这个地方能走别的白棋还不输呢，所以他认输是因为这里面得补棋，然后补的话呢又不能补得太追求效率没用，所以就认输了。对，主要是被他加一个，对，然后发现你得补一个，那就肯定不行。因为这步猴其实也是试探黑棋嘛，如果我顶的话，可能他补的话，这个将来是不是还有点味道什么的？但是我黑棋连退都退了，你还是得补棋，那就肯定没有这个争胜的，对，没有空间了，没法谈了。对对对。所以下到这一步的时候，就是直白的姜维杰是中盘认输了。对，那这样一来是唐伟新是中盘胜了姜维杰，他进入了长期杯的16强，16强将在明天继续进行。那么请大家，明天我们也是3点半啊，请大家继续关注这个长期杯的16强的比赛，我觉得这都是云集了中国最顶尖的高手，对对对，非常值得一看啊。是的，好，那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再见，再见。